家好，这里是由张兄长为你带来的 Review On。 户外风趋势使更多的人们开始追寻户外乐趣活动，露天电影似乎在这股趋势中成为最热门的领域。通常人们只将关注点放在微型投影仪，但我们觉得想要拥有更加愉快的户外观影体验，重点在于对荧幕的选择。不知道您认为如何呢？这时间我们将为您介绍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 XN 的 X Carrier。事实上 XN Technology 是投影荧幕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生产制造商，比起本土市场韩国， XN 在海外市场上更具影响力。由于 X Carrier 是 XN 在韩国本土自行设计和制造完成的，所以能使您对其产品品质和性能获得更高的满意度。关于 XN 的 X Carrier 的户外使用，其技术能力可满足用户对于任何尺寸、重量、安装方法和投影效果的荧幕需求。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安装 XN X Carrier 荧幕吧。首先在你想要观看影片的位置安装 X Cube， 在 X Cube 的后面附有强力磁铁，所以易于安装在任何金属壁上。您也可以安装在汽车上。另外 X Cube 也可用内藏的壁挂支架辅助安置在三脚架上。现在还增加一个新功能，就是专属于 Xtension 和 X Cube 的 BR010 底座。BR010 的两个吸盘可使 X Cube 稳定地安装在如玻璃般平滑的表面。有了这些适应性强的底座，您不必再为寻找安装位置而担忧。下面就让我们来连接支架吧。按照所需的荧幕尺寸，将每根支架杆插入相应的槽孔。XN 的 X Carrier 构造了如同帐篷杆一样可折叠的伸缩杆，达到其最程度的便携性。最后将荧幕固定到 X Carrier 的支架杆上结束安装。在这里请注意，使 XN X Carrier 更为特别的就是它的荧幕材料。在此之前的标准荧幕都是用坚硬材料制作，所以极易变污和起皱，但 XN 的 X Carrier 突破性的使用可折叠织布材料，一举消除了这些缺点。乍看之下，此荧幕好像厚布料，但这种荧幕织布材料是 XN 凭借其精湛的技术和艰苦的努力精心研发出来的创造性产物。荧幕的中间夹层通过聚氨酯来保持平衡，荧幕两侧的布料附有特殊涂层，用于帮助恢复其原始状态。当然此产品已经申请了专利权，运用 XN 特殊的涂膜技术制作的荧幕也可带给您提升的投影效果。我们相信 XN X Carrier 将成为解决所有用户的解决方案。正是由于以上的这些创新想法， XN 得以在缩减投影荧幕尺寸、增加产品的便携性方面取得了成功。高成像的投影不仅方便您在户外使用 X Carrier， 在住所和办公场所也是如此，甚至可做商务用途。那么就用这种在韩国本土制造的新概念投影荧幕 XN X Carrier 来丰富您的户外观影体验如何呢？以上就是由张兄总为您带来的 Review On。